今天带来孙尚香王者32个新的排位赛，打得很难受。本来和后羿说好一个对一个，死到旁边摇头晃脑了，出现一个旺仔牛奶，也就是我跑得快，要不然就给你们赢了。蹲草丛里面，贤内助过来帮忙，上去勾引两个大汉，这时候我们就站出来，助手放开那个女孩，好家伙，打出我全部伤害，两个变成残血，那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万载牛奶硬的和什么一样，我敢断定他肯定带调和了。回头一看，出现一个美女，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，吓得我镜花都焦了，就怕他带球撞我。继续回到上路，刚将莫言想秒杀后羿，被反打一波，看见这个煤气罐我就来气，打了半天终于变成残血，好家伙，还能复活的，你找谁说理去啊。等队友回来，几个还在嘻嘻哈哈，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趁所有人不注意抢个人头先。又是这两个在这里耀武扬威啊，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旁边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假装大乔的模样，我们都给骗了，身材真好。大乔妹妹临死之前画了一个圈圈，给力的不行啊，所谓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追杀两个连体婴儿，完全顶不住我们的伤害。那不得不说，旺仔牛奶的大招来得真及时啊，复活两个，但没有关系，苟延残喘罢了。上路防御塔拆完，来到下路，作为一个防御塔杀手，眼里只有防御塔的血量，不过没有兵线的时候还是能抢个人头的。再集合推一波中路，对面肯定不让啊，旁边突然出现一万个大汉，灵性走位滚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打出成吨的伤害，橘右京刚复活就被我们送回老家，这一波打得天昏地暗，两边损失的差不多，但我们永远不亏，开心偷一个蓝 buff。 莫爷看到我的举动感动的要哭了，这还要什么干将呀，和墨鱼过去吧。重整旗鼓，刚过来就看到不知火舞带着球撞人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伤害250，大乔表示很舒服啊，走位躲过万载牛奶的爆炸，这辅助意思真的不错，眼看我就要双杀了，给他全部救了回来，你找谁说理去啊。翻滚过来对后羿打出全部伤害，谁知道他完全不慌的，站撸就对了，一丝血逃之夭夭，这孙尚香也太硬了吧。打完主宰之后，看到暴君还在，就想到对面可能在打，跟上大乔妹妹过来消耗一波，好家伙，没有我们什么事情啊，干将直接把后羿秒了，顺便把暴君打了，两条龙双双把家还。来到开心上高地的环节，无情的防御塔杀手疯狂点塔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射手啊。橘右京出来清理兵线，被钟馗勾到，有很多小伙伴觉得橘右京的操作很不流畅，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他脚下的是什么，大乔的一滩水啊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只能是有苦说不出。翻滚过来帮助玄策，后羿带一个进化，玄策还真没有办法，趁胜追击，不知火舞就不服了，当我不存在呀、啊！闪现带球撞四个，就看到我们的血量瞬间消失啊！这就是带球撞人吗？太可怕了吧！破了两路高地，胜利的天平往我们这边倾斜，有小伙伴就会问了，你作为一个 ADC 人头的数量为什么这么少啊？哼，太肤浅了，你没有看到我的助攻吗？打工仔和你开玩笑呢。翻滚过来看到不知火舞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我还以为他是假的呢，这什么情况啊，是外卖到了吗？继续开心的上高地，元哥这个英雄非常克制脆皮啊，伤害高的离谱，不过嘛，第一时间把他傀儡打了残血，他就没办法了。那你这个旺仔牛奶什么意思啊，放开我的莫言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好的，我们又打工了，最后一波团战，旺仔牛奶还是顶在前面，我肯定往后退，一个人过来搞我，看不起谁呢？兄弟们等我一下，看我把他喝掉，复活就有用吗？不可能的呀，兄弟，回头一看，队友根本不需要我，灭了对面三个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队友牛批，剩下元哥，傀儡都爆了，不是轻轻松松解决啊，我翻滚过去随便几下，他这小身板就吃不消。这水晶出名刀了吗？这么硬，视频都看完了，想必都真爱吧，关注点赞能给我非常大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